主席、主委、各位行政官员、本院同仁哈，我们请一下主委。陈主委有请。主委你好。哎，主委高赞，哎，你好。承蒙刚才林昌明委员讲的最后那一句话，政策再好没有用啦，有没有落实在做啦？你这没杀你的主委啊嘛哈，对吧？是。从一上任你到现在，你不动如山，每一次内阁哪边点名要换人的时阵，呼声最高被点名下台的是谁？第一个绝对是农委会主委陈主委，但每一次换都不利的。有够搞，你这业务出来招魂顶的，你的功夫不知道为对二，不知道啦齁。但是确实你是没有换，你就在这个位置上。刚才不管是国民党的委员，或是民进党本党的委员，大家都说的，语重心长都说到重点啦，要倾听民意啦。诸位，我问一句话就好啦，你认为你这几年啦，你担任农委会的主委的时间，咱台湾的农民百姓啦，属于弱势啦，大家对你的观感是好啊歹？你跟我讲得，这些农民的观感哈，不要紧啦，你可以自己吹嘘一下，没关系啦，我让你吹嘘啦。让农民自己来说啊，我变。那我真在听啦，无人跟你学落的啦，真正无人跟你学落的啦。为什么我敢讲吼？包括很多国民党的委员也好，还是民众委员，大拢讲过啦。因为你们没有听见民意在哪里嘛。跟委员报告，我讲一句实的啦，自己亲自到产教班去跑，不晓得跑。我跟你讲啦，你招黑有什么路用？你是人安排好看尔啦。不是啊，不是。主要来，我卖跟你搭嘴过啦。来，你觉得我们现在的农家所得收入减价减少？李俊毅委员问过啦，收入减少或是增加？总所得平均的这个家用所得农业减少嘛，对不对？每户所得啊，农业所得减少嘛。但是，你卖但是嘛，这么针对农业，你的但是啥位？农业所得嘛。是啊是啊，农业所得是用农业所得是来自于农业总产值，对。来，你认为我九十八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95年还增加？奇怪啦，跟你讲的少济咧，了咱咧，对不？我袂像国民党委员拢讲的细声话啦，我爱啦，我无爱啦。但我绝对替农民发声啦！我讲一句坦白的，即马处理农民有公民生活有改善无？农粮署长也在这边啦，相关单位在这边，对一个农业的单位，对一个农民，讲伊生活改善的，切啊啦，落价啦，哦，青菜落价，蛋落价，来。跟委员报告。我跟你讲啦，价格哈。叶宜津委员，你了解叶宜津委员在家啦，伊在中金笋的时阵啦。问议定啦，问院长说，院长，我们台湾的农民所得是不是全世界上少的啦？是不是？你应该有在场啦，对不？结果咱的议定公安话，王委员，你搞错了，没有，我们台湾农民所得不是最低的，全世界不是最低的，还赢过一个太平洋的小岛，叫做啥？布吉纳法索。你捌听过无？布吉纳法索，你捌听过无？听过。我们不会全世界最低的，绝对不会的。啊，对，绝对不。啊，对，亚基人。啊，当年。几千个，所以不是的。我要跟你讲啊，注意啊，这个是对我们农委会的一种讽刺，你知无？农委会我常常讲，爱做农民的做农委会替农民想，空有政策没有落实，是在做安怎的？来，切啊，即马落价啦。谈多委员冇讲啦，产销的问题到底你有重视无？切啊，落价。恁得搁讲安怎讲来，每个人多吃一口饭，哈、哦！啊，恁哩办促销，来，即马低价呐，低啊介绍呐，热，恁即马得讲大家多吃猪肉，虽然委员讲的空肉饭袂歹食，哈、哦，对不？那恁大行来，鸡肉呐落价，恁得讲促销鸡肉，大家加食滴鸡肉。啊，这个呐落价，恁得促销；，迄个呐落价，恁得促销，唔捌看到好价。跟委员报告哈、哦，他猪肉底下价钱长期维持在7000块以上。所以，我要跟你讲、啊，我这边是针对通膨啦。去年主要通膨的对啊。我要跟你讲啦，注意啊，这个价钱哈，包括水果、肉你们这个来了，我在讲，你们该说那个物件啦。比例拢是微乎的比例。我才多讲到重点啦，还要上涨。农民的一点五够可怜啊！你呐无法都去重视这物件产销的平衡。谈多大家委员在讲，所有的原物料都成长，
所有的消费指数都成长，就是咱的农民所生产的农产品无在条成长。我那农民生产的，你听听这句话啦，起码蔬菜来啦，对，注意啊，大宗诶，这个你们这个业务报告啦，写的洋洋洒洒一大堆啦，这不是在作文啦。整体的蔬菜价格蛮上涨。第一句话我看到就爱笑，这句话在你写诶，你做个做，你很会作诗。我看第一句话你写诶哦，你第一句话是安怎？农业是民生基础的产业，也是人类幸福根源的产业。听了心肝有够艰苦，像火尖插着啦。进咱的农民啦，讲农民弱势啦，讲真正大家讲足幸福的啦。这句话你摆伫遮，阮感觉该公营啦。即卖农民大家咧在在讲我半天，大家都勒紧裤带，消费指数遐悬，原物料大家咧提悬，成本也提悬，但是因的计数，收卖计数无在了提悬。你们叫我安怎生活？委员报告就是说，刚才报告我们一般的来讲，肉类的价格、水产品的价格，那照你的意思，即马讲就是讲农民农村去生活做好呢？不是哦，啊是好阿歹啦。我们还是可以有改善的空间。什么改善的空间？时间无够用。我都在委员刚才你回答委员啦、啊，但是不是你回答委员啦、啊？所有的做错，你拢归咎于大环境啦、啊。我们还得金融风暴啦，啊，第三回啦。迄个分析讲，伊农家所得内底有80%，上基本的啦。我甲你讲一个，我迄个我甲农林署长讲啦，我记一个啦。即马搁在市场，即马一个月休几工？搁在市场一个月休几工？休几工？你连这都唔知影，你是咧？拜一嘿。啊，一个月代表休几工？一个月休四工啦。我甲你讲，我去咧坐谈话时。我的区域130几村，逐村在做死人啊！处理第一句话甲因讲，伊讲委员，阮要倒要枵死啊啦！拜托个，甲农委会反映一下。因讲一句话，我迄间甲署长讲，我听了够艰苦，你敢知影喏？因唔比公务人员大概当休困哦。我甲伊讲，即马即个经济，即、這个不管小块，不管稻啊，不管啥物货农产品，掂了土，只要伊无死，伊是一枚大一寸哦，逐间在大，对不对？每天在成长，你袂当讲，即摆计小麦，拜托个地瓜你忙大，拜托个水果你忙生，会袂袂哦？他还要承受天灾地变，爱寒害，爱日头炎，啥物话拢有哦。伊继续在成长，来，即摆休困，休困遐济。今日，比如讲，你一天食三碗饭啦，一天食三碗啦，你三天爱食九碗啦，对不对？注意，但是你三天无食饭，你第三天有在了食九碗饭嘛？你的肚子才大。没有办法容量，意思就是啥？你今天你今日水果也好，农产品也逐工在大，你今日无收，明仔载搁接做伙，它当然量多嘛，量一个多，介绍得帮嘛。所以当介绍老百姓，我们苦口婆心要求政府伸出援手，伸出援手，启动九五机制，卖好百姓血本无归，上起码因的本钱搁当的，搁滴的，了工无要紧啦，但有拄着恁听袂落啦。坦率林委员嘛讲的啊，阮来自增加啦，为林委员在叶一军委员伊嘛农业关的啦。你若真正有心伫农业这地啦，你得袂看到讲即马万般皆物打行，所有的物质拢在起，就是咱的农产品无在了起。昨我看到一则电视新闻广告，我听了有够痛心，你知无？来，即马讲话高雄的蜜枣在生啦，干嘛蜜蜜在生？因为产，因为寒害嘛，水灾的问题，所以产量减少，对不对？所以计小好，来计小好，但是量无济啊，百姓有得农民有人听你讲吗？嘛无哦，因为它的量少嘛。但是如果量多，计小个俗，来问题个造出来，伊问到消费者，消费者讲安怎？消费者讲一句话，那水果涨价，我们就少吃一点水果嘛，我们就少吃一点嘛。这凸显到啥？凸显着足济物件，恁无法度让它齐头并进嘛。计数若较好诶，百农民嘛得袂着你；量若济，农民诶百姓收入又搁降低，血本无归。恁敢若目睭金金人上中，恁敢若讲有政策，有政策有什么用？连一个肥料基本诶，肥料基本诶进处理，百姓嘛讲委员，肥料是安怎搁在起？啊，迄人也起，抓手也爱钱，套袋也爱钱，像你坦率讲诶，来。如果老农年金提高到10000，会排挤到其他预算。我打你讲诶，农委会是要照顾农民，你们真的有办法去编列未来咱的房息的增加补助吗？
纸箱啊补助吗？生产设备拢补助吗？您敢有导航真正做会到？没，您拢做未到。但是您的任由说我们的台湾农民自生自灭，这句话不是讽刺吗？农业是民生基础的产业，也是人类幸福根源的产业。人类幸福根源代表伊这重要，但是咱看不到政府对因的付出啦。有啊，陈主公外销增加，哦，啊，这莫拉克台风，遐尼大的损害，你这种花，老大，兰花，老大，出口成长，生产成长，底家公家会苦家袂分会，唔是在甲你收钱啦。是这上讲的啦，努力啊、真正农民啊，努力要看到成果啊！我所以，我坦率唔再问你一句话：台湾的农民对恁即马农委会、对你农委会主委是尊敬、尊重，甲你学了，还是后壁你拢干酸？你敢这声拢听无？我农民简单一句话尔，拢有听到，拢有听到。农民的要求好些啦，咱台湾的农民做可能袂好些啦，只求一个温饱啦。欸，人有家庭有囡仔，有那太大项咧，有囡仔爱照顾呢。你敢知影？做事人八十几岁啊，昆明伯啊，你拢知影？做事的啦，八十几岁老大人，伊即马人讲老人啦，讲这较实的啦，讲多剩三项功能，老人啦，啊，顾厝、骗囡仔、食饱等死，多三种。啊，但是因老人，因这老人农业的老大人，因辛苦付出了咱的社会了，即马少年的因无爱做事。所以是大人在教囡仔拢安怎讲？你们要好好念书哦，以后忙无头路，回来做事咯。代表啥？黄昏嘛，夕阳嘛。啊，那真的像你讲的这好，是安怎？大家无爱投入，只有政策空。乖讲啦，我们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回去。只有不乖讲啦，那干那会开会啦，干那不会，逐工开会。我跟你讲啦，会开会无搞啦，有材料做代志才是搞啦。今日哦，讲真的啦，讲到真的会苦家袂分会啦。不是我在爱大声啦，我讲的拢有理啦。你若真正有心啦，我讲的拿出你的心啦，卖讲良心啦，拿出你的心就好。你增加甲阮行看卖啦，奢侈税对农业、对南部增加局势有啥物帮忙？感受袂到啦，因感受到的讲，我的介绍会当较好卖来啊啦。感受的是讲，农委会有甲阮加一轮关心，加甲阮的成本降低无，互阮的介绍当起无，这卑微的要求做不到啦。诸位用点心啦，无阮搁直接讲较侪个假啦。农委会拜托，请当农民的农委会啦。主委也要当农民的主委，不要当政党的主委啦。当然是前。啊，那干那要做事的吼，我袂晓做事啦，我靠搞公给开到位尔啦。做事的我袂晓啦，但是我讲的呀，多用点心啦，这是农民的最卑微的要求啦。农委会尽心全力来做，是。